打下，再打下。他们已经最强的两个球队，能打，这俩队能打。我以为他们队要去打王少杰他们。我是100%力挺王正杰的。我来这个节目，我的实力，我肯定是给自己排第一，不管对手是谁，我都可以打爆他。我当时我就有点懵了，为什么会给我选王增杰啊？其实我第二季来就顶着挺大的压力来，因为第一季表现不是很好，到初赛就那个被淘汰了。第二季我是想着能往后走一些，但是老师给我选了王增杰。说实话，我不是很想打王增杰，因为王增杰真的很强，这算挺大麻烦了。各位朋友好，我是张志阳，我这一次是带着我上海上市龙创俱乐部的两个队友一块过来的，因为上一季有一些遗憾，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，这一次不管对手有多强、多么壮、多么高，我都会拼尽全力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增杰，今年25岁，来自上海龙创，来自上海龙创。啊，上海地名的，你加入他们了，打不过就加入。欢迎光临。说错了。好，这两个是我队友。两队的球员准备一下，比赛马上开始。任宇基，一打一，不错，低手上篮。熊猫，王增杰，蛮牛来了，蛮牛冲撞，王增杰，犯规在先，太重，好凶啊，蛮牛，任宇基三分球，哦。皮球掩护的换防。换防很到位，张志阳，王增杰三分球，我觉得张志阳他们要是说个人的单打能力他们都没有我们好，我还是挺有信心的。张志阳再来一个三分球，可惜。防守，防得不错。完全打开了。三分球，分球，蛮牛冲撞又来了，来了。你果断一点，张志阳。大家都有点懵，说实话，我也懵得很厉害。王杰提上掩护，好快呀 ！Return Slayer。上时龙创遇到了麻烦啊！我都说可能会被打爆了，上不来，一上来就不上就投你，上来就过你。被打爆了要。领先了这么多，那追上基本上就是奇迹。Way to get all the points, man！ 只要你放开一点打，感觉你缩手缩脚的，不敢投也不敢突了，已经。当时我抬头一看，比分差这么多，当时我心里边想，完了，我这第二季又要折这儿了。好，蓝队请求暂停。我就赶紧跟裁判说暂停吧，讲一讲，我觉得要改变一下策略了。比赛重新开始，我要抢投三分啊，抢板啊，
定一个基调，好吧，来来，张志阳，干拔一个。给给，无球掩护，牛哥，牛哥，哎。Offensive foul， 进攻犯规。王增杰一脸无辜。上上上，有没人了？果断一点，张志阳。张志阳，有时间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Six points。Let's go。Oh， 完美。好，看篮，看篮，看篮。抓快，抓紧机会 ！Pull up ball， pull up ball， pull up ball。Yeah， we pull up， yeah。这个犯规太吓人了。当时他们调整一下，投进那么多时候，就觉得大意了。那时候就大意了。三分，有了！加快节奏，快一点！张志阳知道外线准，不敢放了。有一名强突王增杰。哦！成功！Yeah！ Come back！ 加罚一球。前进线，稳了吧？防守，防守啊，防守！到，好球，好球。分的差距，张志阳掩护拆开，好球，漂亮，打停打停，30 seconds on the clock。